先用 CT 的魔法面霜来做一个打底。这个面霜的唯一作用就是保湿，干皮用着很舒服，质地会偏油一些，用量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好，不然可能会搓泥。接下来使用 NARS 的遮瑕来遮一下痘印。我之前买了颜色太白了，然后这次就选一个比较偏暗黄一点的色号 Custard， 但它上脸对我来讲又有一点太暗了。此外 NARS 的遮瑕膏真的是质地非常棒，它是类似于奶油肌的妆感，上脸之后完全不会凸显肌肤纹理，非常自然。接下来用 CPB 的钻光粉霜，色号是 I10。这根粉霜称不上有多好用，全靠同行衬托，主要是好用的粉底液真的太少了。它的遮瑕度非常够，但是上脸会有一点粉感，就是底妆看上去比较厚重，不太轻薄的样子。其实东京街头蛮多妹子底妆粉感都挺重的，但我个人比较喜欢轻薄无妆感的感觉。定妆的蜜粉饼用到的是一大饼，这块柔焦效果不错，它的粉质非常细，上脸之后没有粗糙的感觉，总体来说也对得起它的价格吧。鼻影照例用的是毛戈平的双色鼻影粉，我目前没有找到过比它颜色更适合我做鼻影的产品了，阴影色已经铁皮掉了，目测可能会回购。接着用 Hourglass 这盘去年圣诞的限量六色修容来画一下面部轮廓。然后用 ABH 的双色眉粉，用它来涂一下眉毛。接下来是眼妆部分，使用桃谷马卡龙眼影膏，蛮小众的一个日本牌子，是完全不会飞粉的膏状质地，粉质湿润软糯，很好晕开。我喜欢用手指直接抹它涂眼皮，单色一颗就能成妆，特别适合懒人和化妆小白。一般我是先用 BR102 这个冷调摩卡棕色打底，很消肿然后不显脏的一个颜色，把它涂抹到上下眼皮。接着用 RD101 柔和酒红色，涂在卧蚕中间起一个提亮作用。
然后眼尾和眼头处再分别来一层叠加涂抹，轻松就可以画出层次感。好啦，一个超级简单但非常好看的眼妆就完成了。接着就是用眼线笔还有眼线液笔来画一下眼线，还有补一些眼尾的睫毛出来。接着用 KA 的睫毛夹和 Glossier 的睫毛膏来处理一下睫毛。因为今天化的妆还是总体来讲比较浓，所以说是睫毛一定要涂得很浓密。 Glossier 这个睫毛膏我觉得还不错。这个眼妆感觉还蛮玉的，因为是冷色调嘛，傻瓜操作非常适合新手还有手残党，怎么画都是零出错率。腮红的话今天要用两块，都是来自我很喜欢的品牌 CT。 先用到的是这块 Sex on Fire， 我会把它大面积的打圈画在颧骨处，这是一个蛮温柔的暗调豆沙色。紧接着来用这块我最近新入手的一个颜色相对来讲比较明亮的蜜桃粉吧，我会把它点涂在刚刚涂过的腮红中央位置还有鼻尖。之后呢，把它轻扫在卧蚕下方来强调一下卧蚕，还有眼皮的上面增加一点粉色调，营造一种整体妆容的氛围感。口红的话用的是 CT 这支老网红了 Walk of Shame。 还有兰蔻也是一个老网红196。CT 的质地呢会相对来讲滋润非常多，这支质地虽然是哑光，但是有了一点点油润，所以我把它涂完之后会拿纸巾抿一下，抿去表面的油粉，接着在中央涂上兰蔻的196，这支就非常哑光了，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橘红色。然后再涂一点点 CT。最后用 Hourglass 这块高光色来做一下提亮，把它涂在鼻尖、鼻梁还有眉毛下面。